一分钟鸡尾酒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喝 Blue Lady 蓝夫人，喝到柠檬女士呀、猩红女士呀、粉红女郎，还有白色女郎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所需的全部材料：90毫升的蓝橙酒，30毫升的白奶油可可酒，还有30毫升的浓奶油，当然还有一个鸡尾酒的杯子。把所有的材料和冰倒入摇壶中摇匀，然后呢倒入鸡尾酒杯中。在众多的称之为女士或女郎的鸡尾酒中，今天的这一款就是她们蓝色的姐妹，是一款两个标准度的鸡尾酒。它的口感很甜，甜美的奶油结合着橙子还有巧克力的味道，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组合，而且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色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喝的 Blue Lady 蓝夫人。我是百丽，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视频，让我带着你去品尝更多更美的